今天接受挑战，我们今天去哪？来，我先讲。皇帝殿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快三点钟，然后就是属于年轻人睡觉睡到一半，然后起来之后不知道去哪里，就只好来登山。那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去皇帝殿挑战，就是知名的一个简单版的零线。我们是从东峰。东峰登山。跟大家科普一下。东风路口的部分会比较轻松一点，因为西风的那个距离会更远一点。好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东风预计大概53分钟就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。然后路口处就有很可怕的阶梯。还好。好，这位先生说还好，来看这个角度还好哈。那我看到时候过了10分钟，他这句还好会不会回收？好啦，那事不宜迟，走啦，哥。因为昨天跟今天都有下雨，所以说地板啊会很泥泞。然后如果建议大家就是可以穿不要的鞋子来，可是记得一定要防滑好穿的。另外呢，能够带一个白手套来是最好的，因为等一下可能会用到你的手的部位。啊，这段过程可能不堪其目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喊卡，然后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再继续。拜。有什么感想？到这里就是从入口处登山口一直到这边，其实距离没有很多，大概2点多公里。它一整条都是阶梯，阶梯，而且都要烂泥巴。来看我表情，阶梯，你知道吗？真是上阶不接下气，好累哦。上气不接下气、啊，你看，连我脑袋都缺氧，都乱讲话。对，所以如果真的血糖低、贫血的姑娘们。一定要随身携带一个巧克力或糖果，就像我本人，就是有一点点一直不断的黑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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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现在到了一个很精华的地方，上面有我们的游客要下来了，等一下就要换我上去了。天堂路。天堂路，好啦，那我等一下啦。是啊，小心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超级无敌。我在后面，那个，你只要跌倒我就完蛋了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天堂路长怎样。哎呦呦呦呦，镜头来吧。嗯。好恶哦。小心哦，你的核心。我的核心练了这么久，来天堂路、这还好，这一小段还好。屁嘞，谁说的？很小段啊，可以啦，你可以的啦。可以啦。很简单啦。好的。没问题啦。好。OK。很棒。好。Hello。哎。这位先生一路。抽烟，拿着电子烟当氧气罩。嗯，我也只能说缺氧了，缺氧。这位先生一路当背夫，背两个包。这位小姐上气不接下气，可是还是上来了。好啦，这段应该算最后了吧？是我知道哎。好啦，轮流上去吧。Go go go， you go， I go， every go。上去，快上去，小猫 go， 快 go。不要扶东西，徒手上去。那你就要飞上去好了。挑战。Lady go。Lady go。这是攀岩。这时候练大家的腹肌、臀肌、核心、敏捷。好，下一位。你先啊。好，那拿着。我帮你。看到了。呀。来。好。Go。想不想看个狗吃屎呢？不要了，赶快。放心，我也不会。很危险。哎。他刚怎么上去的、好聪明。挑战哦。不行啦，我要拿啦。其实好像不用、我来我来。就核心要够强、各位。现在是挑战者二号。我是挑战者二号跳水选手李晶晶。神经病。不是黄晶晶吗？你干嘛讲出来我的名字哦。啊。还。是还珠哥哥的还。好，快点。哎呀，一个洞，两个洞，很好很好。后面有看到 Miju 的 Mark。Miju。好了，很难吗？不会，比刚刚那个简单很多很多。好，好，我已经到还没攻顶，以为攻顶的地方了。这个地方是噔噔噔噔，好重，小心啊！皇帝殿东峰593公尺处，因为。
超雾的一片，我们决定提早收工。普龙宫三人组，好啦。什么普龙宫？我没有普龙宫啊。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挑战一下喽。啊。